样子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，你走。哎，果豆怎么又生气了？这是什么？时光机可以让你回到最想去的时间段，怎么样？要不试试？一口价10个金币，童叟无欺。看你第一次光顾，收你1个金币。哦、你还怪好嘞，能去最想去的时间段，那肯定是和果冻认识的以前了。我要看看认识我之前他是什么样子的。进去，进去。哼哼，又上当一个家伙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真的穿越了？那个商贩没有骗我呀。哎，等等，那不是汉堡吗？我不是说穿越到认识果冻以前吗？怎么还遇到汉堡了？会不会是搞错了？不过也没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早一点认识汉堡了。跟上去看看。汉堡，你认识我啊？我汉堡这个时候还不认识我，我总不能说我穿越来的吧。哦，我是说我想吃汉堡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你叫我呢，我的名字就叫汉堡啊。有这么巧的事啊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是在等人吗？对呀、啊，等一个很重要的人。重要的人？难道是奶茶？哦不，以前应该叫登登。什么奶茶？什么登登？你在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那是谁？好熟悉的声音。汉堡，我来了，我迟到了。嗯，果冻居然认识汉堡？果冻在认识我之前就认识汉堡了？没事呢，我也没来多久，我们走吧。等会儿，汉堡刚刚说重要的人是果冻，啊？难道他们俩之前？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他们真的有一腿？不行，赶上去看看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穿越体验时间到了哟，续费才能继续体验呢。续费，续费，我要续费。我倒要看看果冻和汉堡要做什么。好的，穿越体验全程需要1000块金币哦。什么？1000金币？不过看你第一次光顾，就收你100个金币好啦。嘿嘿，你还怪好嘞。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金币，得回去拿了。藏的私房钱这次都得花出去了，存了1年的钱啊，都要花出去了。你要上哪去啊？我，你手里拿着什么啊？没什么。拿出来啊。哦，这么多钱，你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啊？我什么穿越，你一看就是骗子啊。那我明明看到你在认识我之前你还认识汉堡，你还和他很熟的样子，是不是和汉堡有些什么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那你们为什么之前那么熟？你就是为了这个呀，还要花这么多钱做什么？我告诉你不就得了，其实我和汉堡就是好朋友而已。又矮又胖的饭桶，怎么好意思来上学？快滚！别打我了！就打你！谁让你那么胖，恶心到我了！住手！谁叫你欺负他的？我欺负他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谁不知道我是学校大姐大，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人，看我不揍你！啊！救命救命啊！谢谢你救了我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，以后我果冻姐照看你。好，就是这样啦，所以上学他都会等着我，也是为了防止别人欺负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啊，那小子怎么还没来？难道我的价格贵了？早知道说便宜点了。